王思聪作为一个富二代，有钱任性，前前后后交往过无数个女友，有演员、模特和网红。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带着女伴逛街，被网友称为最爱逛街的男人。4月22日晚，有网友爆料称网友投稿在澳门偶遇王思聪了，老王搂着女伴还为女伴撑了伞，男友力十足啊。照片中王思聪一手举着一把伞，他外面穿着一件灰色卫衣，下配运动裤和黑色运动鞋，另一只手紧紧搂着女伴。王思聪的女伴穿着一件白色卫衣，下面的牛仔裤露着小脖子，尽管没有拍到正脸，但这身材是相当不错了。王思聪出手大方，只要逛街肯定不吝啬花钱，珠宝都舍得买。他的女友太多，但可惜都没走到一起。不过也对，王思聪曾表示自己是不婚主义者，没想过要结婚，交女朋友有交，但从没想过发展成结婚对象。至于交女朋友的标准，他表示没什么标准，我喜欢就好，我看顺眼就好，其他真的没别的标准了。